一个仙灵给八个宝箱，外加一个成就，能给这么多？我不信。跟着大佬来到青睐丸废船这里，机关指针两两相对，就可以解锁洞口和一精致宝箱。进来后找到仙灵，拿到一个普通宝箱，一路跟着仙灵，还是刚才的机关，解锁一精致宝箱。之后跟着仙灵来到下一层，遇到木板挡着进不去，需要踩机关，原理就是连连看。解锁洞口，拿一精致宝箱，再下一层，同样是解锁连连看，拿一珍贵宝箱，再来旁边坑里拿一普通宝箱，加木门钥匙进去，解锁机关，拿到船长戴维琼斯的宝藏。跟着仙灵来到他家，又拿一普通宝箱，这哪是仙灵啊，这明明是我灵格。